心思却也开始有了人为你守护着，我该心安或是心痛呢？亲爱的，其实我的日子也还可以，除了回忆四月的某些时刻，清醒还有眼泪冲淡最失了，无论是后来故事怎么了，也要让后来人生精彩着。后来的我们，我期待着泪水中能看到你真的。Thank you.